主料酸梨500克，辅料冰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削皮的酸梨不去核，然后是冰糖，把梨放到炖锅里放好，然后在缝隙里加冰糖，最后放入水，水要多放一些，然后盖大概炖5个小时左右，香汤粘稠，梨炖得很烂。然后把梨放到碗中，去除梨核，用勺压成泥状，浇上梨汤，搅拌一下就成了秋梨糕了。烹饪技巧，梨最好不要去核，这样梨才能保持完整，酸的味道更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